你几岁啊？我九岁啊，跟我妹结婚。就好诶，若是阮家嘛有开店，我嘛就愿意做三工诶。那你三工拢会当食到足好食诶物件。拜托小姐诶。小三，你莫甲我讲你想要食薯片哦。这个诶所在，莫食都会用诶啊。不用诶呀，每礼拜一到拜五，唔同话呢，都是公司大礼台。